同学们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要教大家呢，把那个花卉呢组合起来，成为一幅还真的作品。在画布上这一幅你们看一下啊，这是十月啊，这呢是那个茶花啊，你看啊，它这个十月呢是有勾线的啊，那么这个叶呢又是用点都画的，不是勾的，那么这个茶花呢是没过的。啊，挺有味道的啊！我们来画一下。我们先把那个咋样呢？用那个兽鳖啊来勾出来。这个花瓣了，啥样的花瓣用兽鳖来勾？很松灵的啊！你看我会啊，很随便的勾要有挑顿挫很洒脱的样子说明它这个啥样的花了。很柔和的很松。有的时候呢，还有出现那个枯瘪也有，不要紧，很柔和的那个花瓣了，用枯瘪来画了，人家好像不合时宜的，不要紧，等一会儿呢，用那个用淡墨啊，水分很多的淡墨，我再用的淡彩来衬一下来，它就中和了，枯瘪，好，基本上勾好了，那么那个我稍微大一点的笔啊，用淡墨，我这是带有点彩色的啊，在那个阴部了，稍微衬一下。最好拿一点六的，16加点黄，在这里。淡淡的混一下，用清水了，现在基本上是清水，这样一来了，你看它这个枯瘪了，马上中和了，枯瘪中和了啊，那么中间的心呢，用藤黄加赭石，很厚的厚重的叠积下来，或者再稍微加一点暗淡的颜色可以好，那么我们呢，把那个花的杆子呢。画出来，花杆子呢用稍微大一点的，大笔呢也是这个淡绿色淡绿色上面呢，再一点点扎实，再这样，好从这里要中锋这样下来。瞪一下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它的枝还有点红枝叶呢有点红，好，那么我们它的花萼也是很深很红的用胭脂加一点墨那么
我们在这里哎，这里哎，这样一加呢很有精神了哎。那么再加一点料的啊，花青啊，再加一点红的啊，这里哎。你水分一定要多，哎，啊，这个地方呢也要出来啊，这个地方的叶啊，水分一定要多，哎，中锋哎，哭不要紧，速度慢一点，哎，哎呀。速度慢，扣速度慢下来。花青啊，好，我们把它衬色的时候呢，哎，勾上那个花青啊。花青呢，我们可以用，胭脂加一点墨啊，这样加好了，因为很浓，它这个很涩的叶子上面，让它红化，哎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哎，我们这里呢，再加那个茶花，茶花呢，我们可以用大一点的笔啊，用那个胭脂啊，跟曲红啊混在一起啊，深一点也不要紧，哎，加点花青的也不要紧。然后呢是没过的，哎，中间一边啊，这里一边，这里一边啊，哎，这个边一定要竖起来。边啊，下面，好啊。这个茶花呢，哎，可以了。那么茶花的花杆子呢，我们用另外一支笔啊，上面呢一个几个花梨，它的叶子呢也带一点红，用深红的颜色来勾进。好，那么茶花呢，我们滴上心汁，用那个很厚的藤黄啊来点，哎，可以了啊，这幅画完成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可以题词啊，我们可以想啊题几个字啊。好，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啊。整体我们来看一下啊，
好，我们再画一幅啊。这是一幅毛呢跟那个蝴蝶画啊。这个画布上你看啊，蝴蝶画呢是紫的啊，这个毛呢还因为这个画呢跟蝴蝶一样在单看，这呢当然是一个画家呢组织的一个很有情趣的一种画面啊，叫泥蝶图啊。那么我们呢先把蝴蝶画画好，画好以后呢再加毛，你看毛都是水墨的啊，蝴蝶花啊基本上都是在颜色的啊，包括那个铺石啊。那么我们先把前面的画好，也是一只大白鹰的勾线啊。先把蝴蝶花勾出，蝴蝶花的线条呢你要勾的哎很松灵哎很飘逸哎。虽然呢它这个花瓣属于大瓣的花哎，但是呢它也是很温柔的很柔和的一种哎。哎，不管它这个花瓣怎么样，你看我用笔还是有动有触的，哎，这样呢，哎，有味道，你看起来。尽管它是花蕾也好，哎，也要有动有触，哎，花，哎，差不多的时候你要花叶子了啊。这个叶子呢，叶子的载质，哎，你要把它画出来，载质过去了啊，哎，那么这一张也是画好以后，那么画后边这一张，看起来胶带很复杂，哎，其实哎，你就要一层一层的加，哎，加起来并不复杂。那么啊，再加这里呢，哎，再从这里过去，看起来哎，交代的非常复杂哎，其实哎，你看又出来了，啊，那么在这里加，过去，再这过来哎，再到这里。啊，这样下去，好，那么从这里一直过来了啊，这里是正面，那这里是反面，好，一上啊，画上金。好，加上那个花改字，那么啊，我们把这个毛线把它画起来啊，
毛呢，我们细化，细化它的眼睛啊，眼睛画出来，两只眼睛细画好。撑一下，撑一下啊，鼻子的啊，那么鼻子再画出来，这个鼻子呢，画好，哎，你水分多一点，哎，嘴巴啊，画好，他的下巴补好啊，那么两个，哎，嘴巴的哎架啊，画出来啊，那么你啊，可以用干笔啊，在他的两个脸庞啊，擦一下，用干笔擦一下，那么。耳朵夹起来，这里也一个耳朵啊，耳朵毛啊夹一点，那上面有个眉毛啊。那么，啊，用那小鼻啊，小的鼻，啪嗒的眼睛，哎，画了两条线，那么画了几个眉毛，那么他的胡须呢，哎，很用力的。画了几个，好，毛的。脸部已经出来了啊，那么我们用大笔啊，用大笔，他头上的哎一个黑毛啊，大笔呢你要水头上的墨多一点啊，那么根部呢淡一点，哎，慢慢的啊，让它混开来啊。好，这里带了啊，让它带下来啊，到这里为止啊。那么这里让它再用带的笔啊，分开一点。尾巴呢在这里啊，尾巴上面的浓的啊，从这里你也是，从浓到淡，速度不能太快啊。好。那么你这样呢？你用稍微枯一点的笔，好，把毛的轮廓画出来了啊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这支笔，哎，稍微枯一点的，哎，淡淡的少上几笔啊。那么它下面呢，有几个毛啊，很参差不齐的，也不要太晶莹，哎，那么。他这个前梯啊，左面的前梯把它勾出来，好，这是呢提的高松在这个地方，但是这个胶呢在这个地方，哎，花胶的地方呢，哎，你也要很稳住啊，稳住，哎，你就讲，速度慢。很有力的，哎，啊，那么这一层两只脚了啊。
一个右挖好了以后，一个左啊，好，那么这里再好了，这边啊，这里让它再烘开一点，好，那么在脸部呢，也可以用蛋白，蛋白，这样一来啊。那么你把眼睛画好，眼睛呢贴上一点黄的，那么我们把那个一块那石头啊补出来啊，下面我们用抠鼻，要一定要抠啊。要垫上，哎，撑出来，把蝴蝶花的叶子撑出来，稍微深一点，哎，好，用石榴，哎，加那个炸石，哎，调一下，把它垫好啊。地上颜色，这样一补以后呢，白毛的颜色，哎，衬托出来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蝴蝶花了。蝴蝶花呢，你用紫色、花青啊，跟那个曙红啊，花青多一点。好，颜色定好以后呢，定好以后呢，趁它湿的时候呢，用白颜料啊，把这花瓣上的斑斑点点的颜色啊，把它勾描出来。一定要趁湿，趁湿呢，很匀称，哎。它的花萼，哎，用溜的。叶子呢，正面呢要深一点，先画好正面。好，避免带一点，哎，多一点山六，哎，
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毛尖头呢，哎，基本上是，啊，好了。同学们啊，我们这一件呢画成了两幅，有些都呢就是示范给大家看一看啊。接下去我们还要画。好，同学们。同学们，我们这一节呢也要组合一些花卉啊。那么这个是桂花啊，木本的花卉啊，组合一个兔子啊，下面是草啊。这幅画呢你看看是简单，但是呢画起来呢啊也是很有味道的啊。你看它这个杆子呢是木棍啊，这个叶子呢是勾线的啊。那么这个桂花呢又是点缀的啊，那么兔子呢也是水墨勾线啊，草是点缀的，它都是这么交替的，挺有道理的啊。那么我们先画那桂花啊，从上面画出来啊，容易点的啊，它的杆子啊从下面下来啊，那么这里分叶啊，好，水墨没有了，那么再摘一下，这里再来啊，我们这里一指啊，桂花的一指，哎，不是很阔的，哎，这里虚，那么这里要灭了。好，那么因为这个桂花呢是点缀的，那么我们等一会加啊。现在我们要勾线的，把它先勾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勾那个兔子了啊。兔子呢，我们先把它的眼睛先勾出来。好，眼睛勾好以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它这个头啊，在这里，鼻子。他的下巴，他的耳朵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在他的眼睛旁边再混一下啊，他的兔毛呢，我们他的背画出来啊。
兔毛用带带的啊，因为是白兔了啊，我们毛应该是带一点啊，白兔的啊。胸部啊，它的臂，我们呢用干鳖啊，带的干鳖，下面的毛擦一下，哎，淡淡的。擦一下，这个尾巴啊，兔子短尾巴啊，那么它的后体啊。这是前脚，前脚呢，你要很有力的，哎，一定要力头直臂，很有力的，哎。那么啊，好了以后呢，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蘸颜色了啊。这个兔子的它的胡须呢，我们要把它一下子夹出来啊。他的眼睛，红的，哎，要留一点白啊。这个鼻子呢，稍微要有点红，这里面要稍微有点红，耳朵里面要有点红，哎。这个脚上，哎，稍微要有点红，可以了啊。那么我们就开始蘸那个桂花的叶啊。桂花的叶呢也是很深沉的啊。我们呢花青加一点。藤黄，哎，再加一点墨，出来。好，腌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加桂花了。啊，桂花它花瓣呢，哎，那花瓣是也是带绿色的，带绿色的，里面有点黄，哎，稍微有点黄，哎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叠啊。
用藤黄，藤黄里面呢，你稍微放一点点朱标，哎，这样呢有点金黄色的。规划的话呢，哎，基本上是哎4碟5碟这样的，一组一组。这个藤黄呢要浓一点的，哎，好。规划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加一点草坪啊，就这是必要的。当然也可以放点杂食，哎。要有点枯，哎，有点涩。好，这一步好了啊，我们整体看一下啊，好。我们再换一副啊，这是水仙、山茶还有梅花啊。这那么中国话呢，就是可以组合动来的啊，都是折枝的。它只要你看有带芽的水仙跟梅花，那么这个筛查呢比较容易的啊，这挺有味道的啊，很清新的一种啊，雅致清新的一种境界啊。我们先画那个筛查，筛查呢浓的画好以后呢，我们再画那个带的水仙。最后加梅花，好，我们来勾啊，把它的筛查画呢是用勾线来勾的，哎，这里呢，一片叶子，哎，挡住。这里也有一片叶子，山茶花的叶子呢，很，哎，比较厚硬的，哎。我们就画，哎，水仙，水仙呢，从花心画。水仙的叶子呢，哎，你要画的流畅一点。
水螅的根部，哎，用笔呢可以，哎，扩散一点，哎，可以扩散一点。它的根，哎，你扩慢一点，好，我们来加颜色啊。深的颜色我们先加。再加啊，筛查的叶子啊。水仙的叶子。它的花梗子呢，哎，有一点淡黄的，乍实也放一点。在那个衬色的时候呢，水仙的叶头上，哎，加一点乍实。它的根部带长，干了以后呢，结带结带的，带的，好，梅花呢，我们用粉红的颜色来讲，在白粉上面的啊。点上一点红的，哎，那这样的
粉红的米花。水仙呢，它的心枝底上金黄的，花瓣呢放上一点，嫩绿的，一干以后呢，它还要带。好，那么花心呢，点上藤黄梨花的啊，好，这幅画呢我们就结束了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这个山茶水仙梅花呢，这幅整幅呢已经结束了啊。那么我们这一集呢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一集呢还要讲连毛啊一种怎么画法了，再会。